他这里写着 sold out， 太夸张了。这位老大让我进去一个特殊通道，然后我可以用特殊的方式看这场特殊演唱会。我好紧张，好激动，因为这边其实都没有人，都是真的 VIP 才能进来的。Thank you。我所在的这个包厢呢，是位于这一层最中间的位置，看舞台就清清楚楚的在我眼前啦。包厢内还提供自助餐和酒水服务，不用饿着肚子看演唱会也太舒服了。我们在坐地铁，然后我发现可能这整个地铁的40%的华人都是去同一个 destination。就说嘛，很多华人都在这一个站下车，目的非常的明显。他这里写着 sold out， 太夸张了。这位老大让我进去一个特殊通道，然后我可以用特殊的方式看这场特殊演唱会。这个入口就在前面。坐电梯，我好紧张，好激动，因为这边其实都没有人，都是真的 VIP 才能进来的。这些就是那些 suite， 就是特别包厢的入口。哇，感觉好酷！我从这里 scan 这个你的票。She's going to the lounge. Can you do your dance? The lounge is 37. 37? No, it's between 32 and 33. I won't. I got where it's at, but it's between 32 and 33. Thank you, so I got her. Just hold on. Okay. Yes. Right. Thank you. Thank you so much. How we doing? We at the May Day concert. We're going to have a good time. I know, right? Thank you so much for taking me to the seat. Thirty-two. Oh, okay. That's where you go. All right. Oh, I see the lounge. Lounge sign. Hi. Hi. Thank you. 我所在的这个包厢呢，是位于这一层最中间的位置。看，舞台就清清楚楚的在我眼前啦。因为刚开门，所以观众还在排队入场，不用在外面吹冷风人挤人。包厢内还提供自助餐和酒水服务，不用饿着肚子看演唱会也太舒服了吧。不过我来之前已经先填饱肚子了，因为我觉得我等一下一定太嗨，没时间吃东西了，哈哈哈哈哈哈。真的看得很清楚，然后当然这个我也不知道要多少钱，反正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待遇。哦，没了。